因为有以你们作案有作案例，就这一次来到上海，然后我们来吃海底捞。那现在我们点的是鸳鸯锅嘛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所以这个是哪一个是辣的呢？你准备要倒？马上给你倒进去。哦，马上要倒。好，那麻烦您，因为在台湾海底捞很有名。来，马来西亚您倒。在台湾叫做捞海底。因为你们以那个服务著称呐、啊，而且。而且你看它锅子很深哦，所以你们海底捞是因为海鲜很多，还是因为它是这样感觉好像是长筷子下去捞的感觉？哎，对，它就是里面不是有很多菜嘛，然后就是，对，没关系，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不要害羞。我本来培训的时候，海底捞就是有很海就是丰富的意思。就很丰富，然后大家拿筷子这样很开心的在那边捞，也是捞快乐的感觉。这边很特别，你会看到，你看它筷子这么的长。谢谢。要不来帮我们试一下呗？那这样先不要好了，我们等会吃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要。